吃的清楚一点，小心烫哦！耶，没事，吃了呀！吃吧，糖葫芦。吃苹果。哎呀，大家好，我们叫美凡。他的给你们买点什么糕糕？他的给你们。没关系的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多一点。这边是红糖是吧？好吃吗？默默的，然后很软的，真的好巧啊！进门就看到你们，那是谁啊？认识的吗？我以为是你朋友。没有，我说你进来说，好可爱的女生，对不对？请你吃大餐，工作辛苦了，马上就要回泰国了。好呀，来开吃，开吃，谢谢你哈，辛苦了，多吃多吃，辛苦了，辛苦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还吃饱走吧。来一个倒一杯茶吧。好的。好吃吗？我觉得是牛油，但是这么小，不会太腻吗？还好吧，就肥而不腻啊。肥啊，你不腻啊？但不腻啊。腻啊。腻吗？腻啊。还不错吧？开心。哎呀，这个嘛，酥桃子。嗯，长得好像你，开个眼子。好喝吗？好好喝。它这个叶子好像回了泰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哇！啊，想起了泰国的海边，夏天晒太阳，我闪光灯呢？是的，想起了那首歌，要用天边飞来的。我想的就是，我一个哦，不行，一定要先喝，所以你先把它喝完。我就喜欢这种是已经关了，都关了，然后人就少少的，很浪漫啊！人多不是很浪漫？你想，四方明站，因为已经写好了四方明站。
好安静啊。挺好的呀，很浪漫呀，很安静。有吗？有啊。是自己一个人吗？好浪漫的。呀，你想一下，这时间这时刻很浪漫啊。比如说你跟你的那个人是在一起聊天等车，是不是飞来的海鸥静悄悄落在你身后，嫌我的眼神把心动偷偷讲，欢迎放天某一个心房牵你的手，看有多浪漫，想给你自由其他我保留。你可以坐那种车呀，那个 taxi 出租车。出租车是我好像是学的第一个词吗？第一个词。哦。很难念，出租车，真的当时出租车。对，真的很难念。很难念呀，现在我也觉得很难念。很难。出租车，因为它的出租车。看它怎么叫？的士。第四，